里面擦出一些字迹，一直到卫导他来开赛德克巴莱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不晓得部落的妈妈是外地嫁进来的，他们也不晓得。一直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就讲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是乌兹世界的后代。好，欢迎大家走访部落，是因为这个部落里面哈，没有可以工作的地方。那我们想说，透过这样，如果是说我们透过一个很好的规划，很好的一个计划，那我们能够引外地的人进来认识我们，然后又可以制造部落的就业机会啊，那部落的社会问题啊，家访有工作了嘛，那社会问题就会比较少。He was successful. I still don't think they are wearing original costumes. We are wearing a city shirt.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，把我们赛德克的文化带到马来西亚。